我今天开车来了，我开车，还是没喝够。开车来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这也不能开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猪猪猪猪，哎，喂喂喂喂，等等等等，你坐这边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大小姐，开车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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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上车上车。 哎，谢谢你啊！谢什么呀？你今天这么力挺我，我当然得谢谢你了。说你自恋吧，你还偏不承认。这跟我自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为了我们的画廊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家丑不能外扬，我能看着你被别人欺负呀？ 你说咱们也人前显贵了，也完美谢幕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笑脸啊？懂什么呀你？什么我就不懂啊？不就是那个周小庚吗？你们俩是旧情人见面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要不说你就把我当傻子了吧？何大小姐，啊。 咱俩虽然认识时间不长，但也不算短了吧？就你们俩刚才在会场见面那个尴尬的表情，那一看就是旧情人见面。有吗？别人看出来看不出来，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一目了然。哎，你不会哭了吧？哎。 你还真哭了，不会是我触动了你伤心的事儿了吧？那行，那我错了，这么着，我今天也无私一回，我当一回你的树洞，有什么不开心你就往我这树洞里倒，你看行不行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今天这一次机会，以后都没有这机会了。 哎，别哭了。哎，看来我这树洞子也不好使了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片森林。走。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
傻瓜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有事儿啊你？你喝多少酒啊你？我没喝多，我问你话呢。你有事儿啊？废他妈话！对，有话慢慢说，行不行？不是你们俩，你跑一块儿去了？干嘛去了？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啊？干嘛关机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喝成这样了。何总，你别急啊。你闭嘴。这是我女朋友，咱俩的事待会儿单聊，成吗？行，我明白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就站在这儿别动，啊。不是问我上哪儿去了吗？哈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天都跟他在一起，我俩白天在一块儿，晚上还在一块儿，你能怎么着吧？楚楚，楚楚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在一起了，你不明白吗？就是在一起了。哎哎哎！何总，何总！哎！你干嘛呀你？干嘛打人家呀你？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。没事啊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楚楚，喝多了。你放开我！他是不是欺负你？你放开我！他要欺负你，今天我就宰了他！你放开我！楚楚，没事。哎呦！哎！哎！你放开我！你放我下来！你搁这等着我啊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楚楚，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哎，你给我！不会是真的吧？
你还爱他吗？怎么会啊？我最恨的就是背叛我的人。他都背叛你了，你还伤心个屁呀！我伤心怎么了？我为我自己难过还不行？我说呀，你要找一个长得帅的啊，你难过难过也就罢了，你找一个长那么丑的，有什么可难过的呢？ 朱建起，你是安慰我呢，还是气我呢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不是，哎，不带生气的啊，我这安慰你呢。你要觉得这种方式不行，那我就换一种方式，好不好？我要是告诉你，我已经被劈腿好几次了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呀？你这是什么逻辑？我觉得你这想法有问题啊，真的。 要不然我给你分析分析。你说吧。我觉得呀，你是不是有点缺乏自信啊？很多人面对这个劈腿跟被劈腿的问题时，都会谴责这个被劈腿的。你要想在一个餐厅新桌子上吃饭，你就得把桌子上的旧东西撤下去，对不对？但你呢？你不这么想，担心我看不起你。你说你是谁呀？啊？ 你一个堂堂正正的合家大小姐，你们家这么有钱，你说你长得吧也还行，身材吧也还行，个头也还行，都还行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可是那又怎么样啊？人家还是不要我了，还是别的女人好吧？错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想法真的是错了。 可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。一个男人要离开你，啊，他要想离开你，他的理由太多了，多的跟牛毛一样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啊？行，我今天豁出去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给你点启发啊。哦，哦，哦。哎。 怎么了你啊？啊，去哪儿了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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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吧你啊？没问题没问题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腿折了都没问题。但是我现在必须跟你说明白了啊！我必须让你掰扯过来。我觉得你有问题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？有什么可笑的？这么严肃的问题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个男人离开你，有1/3的可能性，是因为他不爱你；还有1/3的可能性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是因为他太爱你了，但是，他觉得你太优秀了，他觉得他配不上你，你明白吗？但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着？你就让他走。你不是说吗？吃素是一种放生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啊，你面对他不爱你的人，你就让他走，这也是一种放生。你狗嘴里还吐出象牙了？甭管什么牙，反正是象牙就行。 那照你这样说，我小时候我爸是让我妈和我哥给放生了。那你要这么想，那就这么想呗。真逗。啊！哎哎哎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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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。你能不能走了？我当然能走了。神经病。 喝点水，醒醒酒。 别说，坐这儿还有点冷。入夜了，来披上点儿，开心点儿，不要这么悲观，知道吗？你听我说。 我觉得这家医院肯定是搞错了。我看过这个国外的专门介绍癌症的权威报告。这个报告说，其实啊，
世界上有65%的癌症患者，实际上是误诊的。我觉得我们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，真的。这样，明天先去单位，请假，我们直飞美国。我们去查一下，去权威机构查一下，相信我，猪猪，你相信我，看着我的眼睛。肯定搞错了，肯定是搞错了，真的，相信我。何心，我自己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也跟医生确诊过了。我不相信医生的话。我不想检查了，你先听我说。我妈就是得这个病走的，她当时那些经历现在还在我眼前，我不想再经历那些了。其实我现在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你知道我妈当时得这个病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得这个病怎么办？我想我绝对不会住院的。说句真话，因为我不想把我剩余的时间都放在医院里度过。我明白，我也理解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医学相当的发达，癌症并不是一个不可以攻克的东西，懂吗？我不想治疗，这个病我只想听天由命。也许我不治的话，我可能还能多活一段时间，我治了也许……可惜我想说，这辈子你跟我爸爸还有我弟弟都是我世界上最爱的人，我也想和你们多待一段时间，我也想和你，猪猪啊，我们必须面对人生的无常，咱们一定要努力的做到，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乐观，懂我意思吗？懂了，这不是个什么事儿，懂吗？我没拿它当回事儿，不就是癌症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很多癌症病人因为心情好，不把它当回事儿就好了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只要你不把它当回事儿，我们积极的去治疗。我向你保证，咱们很快就会好。何心，我想请你答应五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说。这个事儿你一定能做到。过了今晚，你答应我，咱们就分手吧。猪猪。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，我都会为你尽力做到，唯独这件事情恐怕不行。猪猪，猪猪，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这事儿换了谁谁都受不了，甭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冷静，猪猪，你先冷静好吗？猪猪，听我说，你先放开我。不是，你先放开我。猪猪，你听我说，猪猪，你告诉我你的疑虑，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不就是怕连累我吗？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思，离了你，我也活不成。你忍心让我死吗？
不忍心吧？那么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你还有什么理由？我没有理由，我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块儿了。你放开我，求求你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 你是恐惧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这时要逼着我扎下我的双眼吗？无论将来怎么样，我都希望我可以陪在你的身边，就像你爸爸和你弟弟那样，可以名正言顺地陪在你身边。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？我比他们差哪儿了？难道因为我只是男朋友？我不想连累你。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没有连累我，对不起。你现在走了，跟我分手了，你才是真正的连累我。你前脚跟我分手，我立马我就跳河里去，你信不信？ 不信吗？我不信。我死你前头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哎，傻瓜！哎，笨蛋！答应我，不许再提分手的事儿。 老板，我这也算完璧归赵了啊！是不是想让我奉你一个丞相啊？不用，你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。够了吗？够了，你把后50年的全笑完了。走了啊！哎，等会儿。 这是送我的礼物啊！吓人呢，还给你呢。你干嘛还还我这个呀？这么贵的东西，当然得还你了。你也知道贵，上次你喝多了还拿它擦嘴。我不知道。恶心死了！你自己留着吧，我才不要。哎，我怎么回家啊？打车回家，公家报销。还算你有人性。 低头进屋，没人能看得出来，真的。好得很。今天晚上什么也不许想啊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上午还接你，听没？你也是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我没事儿。叔叔，你答应我啊，永远不许不告而别，永远不许跟我玩消失。
答应我了，说话你算数啊。我答应你。回来了。哎，你弟呢？你不是给你弟捧场去了吗？哦，我今天临时有事儿，我没去成。不是，你弟打好些电话呢，找你呢，联系上你没有？啊，联系上了。那个，爸，我有点累，我先回去休息了啊。啊。大半夜你跟这哭什么呢，怪吓人的。没哭啊。你没哭，我哭了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爸还是我姐啊？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一向理的人啊。要是我们家朱大妞欺负你了啊，我回家跟你们俩说了说。不是，你别哭了。你今儿找着我姐了吗？嗯，找着了。嗯，那你们俩怎么没去啊？我等你们俩半天了。你别哭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，行不行啊？咱俩都这么熟了。
了？有什么你跟我说，行不行？啊？不是。不是，你先别哭了，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怎么了到底？你姐，我姐，怎么了？朱大妞，你说我们家朱大妞怎么这么惨呀？我爸去监狱，我妈生病了，在家里全靠她一个人，我还老骗她钱。这二百的，我可没少骗呀！我早知道他生病，我就对他好点了，我就不骗他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待会儿回了屋之后啊，不能那么哭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，咱们得坚强，你像个老爷们儿啊！你爸跟你姐都需要你照顾，听见没有？答应我，像个老爷们儿啊，好吗？今天叫你这姐夫，你跟我姐到底怎么办？这还用说吗？只要我何心活一天，我就会和她在一起，每一分每一秒，直到永远。二兄，二，你就是不敲门进来啊？这怎么了？哎呦，今天看着有点不太对呀，啊？你这个大小伙子哭什么呀？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过来，坐，有什么话坐着说啊？怎么了？跟姐说说。
没见你怎么哭啊？你说你哭什么呀？这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啊？谁欺负你？你跟姐姐说啊，姐姐找他去。说话呀！你看你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跟姐说说。啊？别不吱声，你就光哭。你说你不让我担心吗？你说呀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又缺钱花，老爸没给你啊？啊？知道了，你别骗我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我刚才在楼下碰见何心了，他在车里哭呢。他都跟我说了。是二师弟，我们还有个师傅，咱们三个人都姓朱，咱是一家人。妈走了，大爷正走了，那是因为之前的医疗技术不发达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但是现在医疗技术非常发达，什么病都能治好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听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工作了，我能挣钱，我一定会让你把病治好的。姐知道，姐没事儿，姐一定能好的。你担心什么？你哭什么呀？你这傻瓜！我跟你说啊，这钱还有攒了一些。你爸都不知道，这银行卡密码啊是你跟爸的生日，你记住了，知道吗？以后别老为钱的事老去找爸，自己你长点励志一点行吗？啊？还有，这事千万别告诉爸，知道吗？